在上班，别闹！我给你买了棒棒糖，还有零食，放心吧，绝对会被你领导发现的。别闹！你吃个糖吧。不吃，我在上班。吃，不吃。我给你扒开。不吃，别闹！扒开！我亲自给你扒开。 对，飞，我找你有点事，闲杂人等，请先回避一下。怎么了？工作已经开展了，你还有什么？ 不放心的吗？我放心得了吗？我只是随便来你这儿看一看，就看见你们两个卿卿我我的，我怎么放心啊？你好意思说我吗？你，段飞，我警告你，这里是办公室，现在是上班时间，你少给我乱来。 还有，你现在已经不是小保安了，你不要仗着我爸给你撑腰，你就在这为所欲为。我告诉你啊，在我这儿，什么都不是。你说完了吗？这部长的位置，我也不稀罕。 现在马上去找爸，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了，谁想当谁当。那你倒是去呀！好。还去不去？真没时间跟你斗。我已经明确的说过了。 我不会再。你是红顶集团的员工，我是副总。有权见一个我认为应该聊一聊的员工。那什么事儿？哼，这上面呢是云希同联系的几家技术公司，我让你想办法阻止红顶和这几家公司的合作，不许有任何的往来。 我不会去。哼，你觉得你还有资格提要求吗？有些事情啊，迈出了第一步就回不了头了。你是云石彤最信任的人，说话要足够的分量，这件事情你办最合适。哦，对了，云石彤推行的电商计划到什么程度了？ 招募技术团队今晚也会有个宴会，云石彤会从里面招募一些技术人员。哼，很好，荷兰呐，这就对了。嗯，你来了，来看看你。爸，我想跟你说个事儿。 这个部长的位置我真的是不想坐。来来来来，你还坐坐坐。段飞啊，你是不是今天和彤彤吵架了？没有啊。别骗我了，我虽然老了，但是我的演技和耳朵灵着呢。这是意见不合。哎，你们呢，什么时候才能让我省点心？ 记得你的任务吗？无论是红顶还是彤彤，绝对不能再出任何差错。那您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他不会有事的。对了，我们团队里有一个信息技术高手，叫马杰，我想把他安排到公司。
一来帮彤彤做事，分担一些压力；二来翻到公司内部，看看红兵内部的蛀虫到底有多少。你觉得可以吗？我信得过你，你看着办吧。哎，彤彤今天是不是有个应酬啊？嗯，今天晚上有一个商业宴会。那你还在我这干什么？快去呀！好吧。杨总你好，这是我们红岭集团的总裁云总，希望能够占用您一点时间，跟您好好聊聊。啊，原来是云总，久仰久仰。杨总，对您我才是仰慕已久。云总年纪轻轻就贵为红顶的掌门人，让我们这些人感觉到汗颜呐。杨总，您过奖了，我们才应该多多向您学习才是。来，谢谢，不好意思，失陪一下。嗯，好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？林总，你们先聊，那边有几个客户，我先过去了。你在这儿做什么？我现在是巨轮集团的副总。相信以后一定可以合作的。恭喜你啊！看来你当年不辞而别出国留学，是一个正确的选择。石头，你一直误会我，我对你从来没有变过。当初离开你，我想最了解情况的，应该是你父亲吧。我父亲？怎么，你不知道吗？我知道什么？我只知道，当初我满心欢喜，等着毕业以后嫁给你。可是我等来的，却是你的不辞而别。石头，一切还来得及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一切都晚了。不晚，石头。我林总，那边的客户执意让你过去，看。现在是这样，之前的系统漏洞已经做出排查，确定是内部人员干扰系统运行，但是具体操作终究没有查出来，这个必须得到公司内部进一步调查。老大，这是马季整理的技术报表。邓飞，如果要彻底查清楚的话，我建议你安排马季进入红顶。我也这么想，这倒不难。不过，我们先把今天的安保工作做好再说。这里人多手杂，我担心石童有危险。危险，老大，危险大嫂没有，她只有很多烂桃花。行了行了，你们先撤吧。我一个人留在这儿吧。真的？嗯。我的妈呀，这都穿的什么呀？不合适吧？
不要喝，你喝多了。你别管我，这谈事儿呢。从没见你喝这么多过，别喝了，好吧？那是以前，我现在是总裁。不好意思，各位，他喝醉了，走了，回家。谢谢啊，你谁啊？我好像见过你。嗯，你是谁？他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。我送你回家。不用了，还是我送云总回家吧。你哪位啊？我是红顶安保部部长，这是我的职责。哎呀，不用了。我没事，没喝多。志同，志同，没事吧？你和我继续回去喝酒。没事吧？我跟你说啊，我需要记住什么。哎，能不能行了，回家吧。你别闹。车坏了吧？还是要我送云总回去。走了，石头，先回去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走，喝酒去。喝酒。嗯。慢
你最近脸色不太好啊。没事，就是头有点晕。那你要注意休息了。我现在已经顾不上休息了，我们一定要加快步伐推动电商项目，不能再让其他公司抢到前面了。可是我们现在传统产业都出现了问题，如果把资金转移到新的项目当中去，很有可能我们几个大型产业资金链条就会全部断裂了。不仅如此，我这两天面试了几个资历不错的工程师，人事部那边始终通不过，韩副总那边也不批，所以我们的招聘计划一直都没有什么进展。云总，你看我们能不能先把电商计划搁置一段时间？不行，我等不下去了，一定要第一时间启动电商计划。石头，现在不是凭情绪做事的时候。我知道，但是这次我相信我自己的直觉，不管有多难，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电商计划做下去。石彤，就这样吧，你们先出去吧。魏总，云世通盯住了吗？都按您的吩咐安排好了，荷兰也控制住了。不行，技术部必须安插我们自己人进去。这个您放心，早就交代过。刘天辰很快加入技术部，我相信以他的能力，可以让您高枕无忧。再说，现在咱们三方联盟。您完全可以放心。放心，你现在首要任务就是去增加人手，然后把韩元仓和云石同的动向第一时间汇报给我。是，下去吧。是，张江，一定要谨慎。等候。
人的时候，懂一个人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我？没有结果的冲动，还会坚持的守候，孤单中走的风景回头。守护每刻的温柔，叶落的时